发梢怎么就老是开叉呢？留一头漂亮的长发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让我们一起说。受够了！潘婷发现，开叉长原子损伤，潘婷乳液修复三倍浓稠维他命原配方，第一次使用开始就能明显帮助防止开叉，令秀发完美，直到发梢。哇，好喜欢这样的头发！别光听我说，去问爱商潘婷万千女性，损伤修护领导品牌潘婷，宝洁。 发尾成日开叉，想你有靓又长嘅头发，点解就咁难呢？等我哋一齐讲，受够了！潘婷发现开叉通常源自损伤，潘婷乳液修复三倍浓稠维他命原配方，第一次使用开始就能明显帮助防止开叉，秀发完美直到发尾。哇，好中意而家嘅头发，冇剩下听我讲，你晚眼爱上潘婷万千女性，损伤修护领导品牌潘婷，宝洁。 发尾成日开叉，想你有靓又长嘅头发，点解就咁难呢？等我哋一齐讲，受够了！平天发现开叉通常源自损伤，平天乳液修护三倍丝蛋白配方，第一次使用就开始帮助修护开叉，秀发完美直到发尾。哇，好中意而家嘅头发，冇剩下听我讲，你晚眼爱上平天万千女性，损伤修护领导品牌平天，PNG。 发尾，为什么就老是开叉呢？留一头漂亮的长发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让我们一起说，受够了！潘婷发现分叉长源自损伤，潘婷乳液修护三倍浓稠维他命原配方，第一次使用开始就能明显修补分叉，令秀发完美直到发尾。哇，好喜欢这样的头发！别光听我说，去问爱商潘婷万千女性，损伤修护领导品牌潘婷，宝乔。